安见殿下。 你刚刚晕倒了，这是大夫在为你看诊呢。雪云，不要讳疾忌医。殿下，雪云没事，只是淋了点雨，劳烦大夫白跑一趟。开点驱寒的药方吧。是。雪云，为什么要跪在丹凤轩？殿下。 是不是雪云为难王妃了？我没有怪你的意思，是不是不管我做什么，你都不会再相信我了？难道一个人真的想后悔，真的这么难吗？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倘若你真心悔过，大家自能看出来。殿下，好好休息吧。殿下，殿下，主子，主子千万小心啊！ 你怎么来了？我在想，要不要原谅马许云？你不是铁石心肠吗？他对你这么不好，你还肯原谅他？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要是换做以前，我肯定不原谅他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。怎么就不一样了？因为我想做一个让你没有后顾之忧的王妃，所以。 殿下，她失约了。意料之中。这个贱女人，过河拆桥，把我们当什么了？来，坐。坐呀，没听到我跟你说话吗？马雪云想利用我除掉她的情敌，所以才会暗中传递信息。大家本来就是互相利用的关系，谈什么背信弃义？ 可惜庙会那天晚上，我们没能成功。殿下，要是我说，咱们根本不必费力除掉刘楚玉，由他跟马雪云斗个你死我活，不也很好吗？杀刘楚玉不是我的目的啊，让容止得到重创，这才是我最想看到的。他真的很在意摄政王妃吗？他怎么会不在意呢？只要刘宋公主一死。 他精心维持的稳定局面肯定会被打破。若非容止清理了摄政王府，把精心安排的钉子都给拔掉了，咱们根本用不着马雪云。哎，不过啊，他现在已经插上了一脚，又想抽身而退，哪儿那么容易啊？抽身而退？嗯，不对，你真的太小看女人的嫉妒心了。 我跟你打赌，马雪云肯定不会轻易罢休的。等着看好戏吧。她一个闺阁女郎，能闹出什么大风波？哼，那就拭目以待了。来。
主子，你怎么了？要到了吗？到了，就是前面那一家。停轿吧。停轿。奴已经按照你的吩咐找到平城里最好的大夫，听说呀，这医馆里的大夫医术神着呢，在平城内名声大噪，但是啊，外头的大夫再好也比不过这宫里的太医，不如谢谢大夫。慢走啊，慢走。哎，这位夫人，看病需要面诊，还请把面纱取下。就这么看吧。我家主人见不得风，让你看你就看，别那么多废话。夫人，你这是？大夫，能否单独说几句话？夫人，内有诊室，如果不嫌简陋的话，我们可以里边说。碧玺，你就在外面候着吧，我马上就好。夫人。还是让奴跟着你一起进去吧。碧玺。是。里边请。夫人，药丸都已经开好了，记得按时服用。不过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法子。夫人，你的身体真的很需要调养。大夫不必担心。我自有分寸。可是夫人，如果再拖延下去。大夫，我得走了。请。马侧妃，你的心意王妃都知道了，碰巧她今日不在，要不等着改日你再来。清月在，王妃不在。兰若姐，我家主子是一片好意，他特意从清月楼带回来的点心要送给王妃品尝的。碧玺。请帮我亲自转交给王妃。是，一定带到。多谢你了。碧玺，咱们走吧。清月，清月，这个可不能随便乱吃，要是有什么万一吃坏了怎么办啊？没事的，吃吧。王妃，难道上回的事你忘了？放心吧，他不会下毒的。他要真把我毒死了，那就是谋杀摄政王妃，那可是要千刀万剐的。只是我觉得马雪云是不是太殷勤了？听说太后召见了马侧妃，奴才想定是太后娘娘劝服了她，不然以她的性格她怎会如此。或者还有一种可能。什么可能？还记得上一次宫里赐给殿下的那个婢女吗？虽然她被马侧妃给收拾了，但是这件事情太后特别生气，想必也狠狠地敲打了她。若非如此，她怎会轻易低头啊？清月，真是这样吗？殿下，怎么了？是你啊。我熬了红枣枸杞粥，提神又不伤身子。多谢。怎么了？上一次殿下这么和颜悦色的与雪儿说话，已经过了好久了。不过我知道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不好，又惹你生气了。雪云。
这不是你的错，你一点错都没有，只是……只是殿下心里都不会再有我，是吗？殿下，你记得我们第一次相见的时候吗？不过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到现在都还记得。女郎，这簪子在阳光下熠熠闪光，真漂亮，是吗？嗯，小心！只是那天看到你在街上，能为了一个乞丐没事吧而甘愿铤而走险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觉得殿下跟别人不一样。你能为了一个乞丐，差点豁出自己的性命，心地一定是善良的。雪云不算是个好人，但还是会为了那样的殿下而动心。只是当时我没有察觉，我……时候不早了，都是过去的事情了。殿下为什么要回避呢？雪云，你和从前不一样了。在殿下的眼里，我只是一个自诩清高的女子，成天盯着后院的那点事儿，满身嫉妒。是吗？你不必急着否认，连我自己照镜子的时候都觉得自己面目可憎。可是殿下，我早就习惯把自己的真实情绪给隐藏起来，把温柔可人的一面留给男人，在你不开心的时候陪着你风花雪月，这就是上天赋予我的角色。雪云，你不可憎，相反你很可爱，你值得更好的男人去守护。我还以为你会怨恨我，没想到你说出这样的话。雪云，殿下，你可以再抱我一下吗？好笑啊，马侧妃，你说的可都是真的，可不是吗？真的是太有意思了。啊，参见太后娘娘。楚玉啊，你来的正好，我刚刚和马侧妃才说起摄政王府的趣事呢。趣事？是啊，我今天才知道。原来你第一天入门就跟摄政王结下梁子了，居然还把婚床给压塌了，现在想起来都是个大乐子。太后娘娘，这才是欢喜冤家，他们能热热闹闹的过一辈子真好，这才是天赐良缘呢。楚玉，你是天生丽质，雪云是温婉可人，摄政王拥有你们两个家人难道不是他的福气吗？就是怪我这个弟弟啊，他不解风情，听说日日宿在书房与奏章为伍，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当上姑母啊。可惜呀，真的是可惜呀。殿下日理万机自然是好事，王妃与殿下情色和谐，想必过不了多久肯定会有好消息传来的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最好了。太后都准备好了啊，来来来，你们两个都陪我一起打牌吧，我真的好久没玩了，走吧，走。摄政王，摄政王，哎，听说太后娘娘召见王妃跟侧妃入宫觐见了。王妃入宫觐见是本分，摄政王，你就不必担心了。你又是太后娘娘的弟弟，难道还怕太后娘娘吃人不成？还是怕王妃又闯出什么祸来？楚玉从来不会主动找事情，只有事情找上门。侧妃就在旁边照应王妃，能出什么事儿呢？你就放心吧，一会儿等下了朝，你再去接，我保证
全虚全影。摄政王真的是爱妻心切，片刻不能分离啊。楚玉，怎么了？王妃，这叶子牌本是从刘宋传入，在大魏也很时兴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以前很少玩这种玩意儿，我还挺疑惑为什么叫叶子牌，长得很像叶子吗？我闹笑话了。我最开始学叶子牌的时候呢，也是这么认为的，到后来我才知道宋人的书卷是一卷一卷的，为了方便阅读啊，他们喜欢在卷轴后面加些小巧的纸页，这些纸页呢就叫做叶子格。你看这些牌跟叶子格酷似，所以才得了这个名字。马策妃，你真的很有学问。雪云岂只是有学问啊，琴棋书画无一不精通，而且对各地的风土人情、传奇典故更是信手拈来。你不知道啊，他每年参加平城诗会的时候，那个样子啊，风采翩翩，简直就让人心折。这都是一些不值一提的小玩意儿，打发时间罢了。太后娘娘谬赞。娘娘，该你了。棒，我赢了。是啊，娘娘赢了。再来，我们再玩一把。雪云啊，你的牌技可是退步了啊。娘娘，你都不知道现在叶子牌出了新的玩法了。什么新玩法？叶子换成了珍贵的象牙，玩法也有了变化。太后娘娘若是有兴趣，我就说给你听。只是象牙珍贵，只有一副进贡到宫中。马侧妃送给谁了？奴去借来。只进了一副给皇上，皇上好像赐给了封贵人。秦姑，你去取一趟吧，顺便把刚进宫的琵琶露给封贵人送过去，那个东西太香了，我用不上，封贵人应该会喜欢。是，谢太后娘娘美意，只是不劳烦秦姑了，东西借出去了，现在去讨不大好意思。只是听说摄政王妃与封贵人向来交好，可否请王妃跟我走一趟？也好，楚玉，那你就跟雪云去一趟。王妃一直少言寡语，是雪云做错了什么事惹你生气了吗？当然不是。那是为何？我只是觉得好像从前没有认识过你。王妃这话雪云不太明白。你看看你，温柔又聪明，一定有很多人喜欢，这跟我之前认识的那个刻薄爱妒忌的你完全判若两人。王妃，这些只是雕虫小技，上不了台面的。爱情改变了你。我曾经也以为学会了这些就可以讨好自己的爱人，可是我现在才发现我始终是两手空空，什么都没有得到。你是太爱一个人了，完全丢了自己，是吗？飞凤将军，你到底是怎么训练的，把人都赶跑了？陛下，他们不是被赶跑的，是自己吓跑的。那朕真的很好奇，
你得到什么份上才能把一群健壮英武的少年吓跑？你倒是给朕说说。臣也没有做什么，除了让他们跑跑野地，做做生存特训，就是半夜把他们丢进护城河，叫他们游回来。偶尔也会让他们试着绑住自己，从山上滚下来。霍将军，你以为他们是面口的，还能从山上滚下来？怎么滚？这是故意折腾人。可不是嘛，人都是陛下精挑细选的青年才俊，有你这么折腾的吗？摄政王，你还上折子替霍玄辩解，瞧瞧他干的事儿，难怪老太傅要跟朕拼命。再这么练下去，平城的贵族子弟都要让他练废了。陛下，从前哪个士兵不是这样过来的？我十二岁的时候，父亲把我丢在边界，一文钱都没有留下，我是一路走回来的。到了平城的时候，谁认得我是霍玄，还以为是乞丐呢。这种试炼每半年一次，我一个女人都能习惯。他们全都是大男人，还整日里叫苦连天，就算不把人赶走，他们也都是废物。只有你敢在朝堂上大放厥词，笃定朕不会罚你是吧？把朕惹恼了，朕就罚你明天嫁人，一辈子不能上战场。若是陛下赐婚，我倒也无所谓，不过这人选嘛，得我自己挑。陛下，我们该说正事了。关于汴州的民乱，臣已想到应对之法。王妃，我有一件事想单独跟你说。这前面就到御华殿了，太后娘娘还等着我们呢，有什么事儿回去再说吧。不，这件事情很重要，可能关系到殿下的安危。你到底要说什么？王妃听了之后一定会感兴趣的。你们先去御华殿吧。是。好壮观的景象啊，对吧？你说这件事情和摄政王有关，到底什么事？这件事情说起来很长，但是也很简单。殿下待我这么好，这只是一场你情我愿的交易。交易？是，我给他马氏的支持，他帮我得享荣华。可你已经是丞相的掌上明珠了，这远远不够。我付出了这么多，我的丈夫也必须是天下第一人。其实我应该感谢他，他从来都没有骗过我。这本来就是一场完美无缺的交易，只可惜后来我爱上了他。我本来以为权力跟爱情不会有冲突，只要我一直跟随在他的身后，总有一天他会回过头来看到我。我现在才知道，从一开始就掺杂了利益的爱情又怎么会美好呢？我不知道事情是这样的，但是爱情不是可以拿来交换的东西。是啊，我现在明白了。可是平城美人这么多，他怎么就会偏偏喜欢上你呢？你说完了吗？说完我走了。你给我站住！刘楚月，你从刘宋千里迢迢来到平城，和我同一天嫁给殿下，可我怎么就看不出你身上有任何一点值得他留恋的地方？我好奇呀，我真的好奇。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他为什么会爱你都不选择我呢？马雪云，我告诉你，人这一生不是只有爱情。你那么出色，怎么就不能选择放下过得轻松一点呢？你知不知道，昨天我去书房看他，我求他，我恳求他，让他再抱抱我，再抱我一下。他不愿意，他
眼睛里全是抗拒。我不懂，他可以和我谈利益，因为无所挂碍。但是当他真正爱上一个人的时候，就没这么洒脱了。他的意志和身体会先一步做出选择，也就是说，当他爱上你之后，也就没有办法与我虚与委蛇了。我这么说，你能懂吗？你说他爱我，可他从来没有说过。是，他不承认，可我就是知道，因为我每分每秒我都看着他，看着他爱上你，你懂吗？你能懂我的心情吗？你懂吗？你懂吗？你干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你干了什么？你忘记那副叶子牌了吗？你是个新手，所以会下意识地摇指尖。我就在上面涂了点东西。你总是爱这样耍阴谋诡计。如果我是荣止，我也不会喜欢上你这样。不喜欢我没关系，但是我恨你，我恨你恨到日夜难眠，寝食难安。如果没有你，殿下纵然不爱，也会怜爱我一生。可是为什么就偏偏从千万个人里面选择了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你呢？你甚至无法理解他的雄心抱负，还给他增加怨怼，真是苍天弄人呢。哼，真太好笑了。没有用的，人工伞已经起作用了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只要你死，只要你死了，放开我，殿下就会回到我的身边。放开我，去死！不要。你的奏章朕看过了，评判之事就交给你来处理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出事了！陛下，摄政王妃，摄政王妃他……楚玉怎么了？让开！雪云，雪云，太医，他怎么样了？我在呢，殿下。我在呢。雪云真的爱你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对不起。我不怪王妃，她只是恨我，她只是太恨我。雪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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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雪云。雪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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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雪云的，雪云，雪云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怎么了？这是啊，雪云，你给我滚开！雪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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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要这样，雪云，雪云，你不要这样，雪云，你怎么了，雪云？女儿，我的女儿啊！母后，你怎么了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刚刚不是还有说有笑的吗？还不快扶太后回去？不用了。我要亲眼看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马相，马雪云无故坠楼，当务之急不是悲痛，
我们要把凶手抓到才是。刘楚玉，刘楚玉，你还我女儿来！你还我女儿来！你还我女儿！我没有杀人，我女儿命来！我没有杀人，我女儿命来！我没有杀人，不是我杀的，不是我杀的，不是我！刘楚玉，我没有杀人，马相，我杀人，马相，我没有杀人，我没有杀人，陛下。陛下，陛下，求陛下为老臣做主啊！为老臣的女儿讨回公道，陛下，陛下呀！陛下，去太华殿吧，审个清楚。去把我母妃叫过来。我没有杀人，摄政王妃。马侧妃确实从楼台上坠下来了，不是我推的。当时楼台上只有你们两个人，不是你，那又是谁呢？是他自己跳下去的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他是自杀。一开始我以为他要杀我，可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呢，他自己跳下去了。摄政王妃，你是在说笑话吗？我说的是实话，没有半个字谎言。王妃，你是说马侧妃做事要把你推下去，结果非但没有动手，反而自己跳了下去，这岂不荒谬？齐太妃，陛下还没有说话，你还是安心听着吧。哼，陛下，我赶来这里也是因为关心此事，听了这么多反而觉得十分好笑，这根本说不通啊。我要是你啊，我就不会编着错漏百出的谎言，我反而会说是马侧妃要推我下去，一时不慎自己失足跌下去了。我说的就是事实。你们全都不信，对不对？不是大家不信你，而是这件事很蹊跷。马雪云弱不禁风，你却有些身手，对付高手自然不急，但要对付一个弱女子绰绰有余。马侧妃怎么会冒险动手？她能治得住你吗？叶子牌，是叶子牌的问题。叶子牌，马雪云知道我紧张的时候喜欢咬手指，所以她亲口承认在叶子牌上动了手脚。你立刻去来。是。怎么样？回禀太后，叶子牌上没发现任何异常。你先退下吧。是。太后娘娘，这不可能。未必不可能。怎么会呢？怎么动了手脚就查不出来呢？摄政王妃，这世上有太多动手脚的方法，如果他真的用了软骨散，经过挥发后也基本不剩什么，这要怎么查呢？就连你的身体过了药效也一样什么都查不出。霍雪，你就不用再替他找借口，什么叶子牌，什么软骨散，这些都是他推马侧妃下楼的借口。大家还没有看明白吗？他就想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受害者的模样，博取大家的同情心。更何况马侧妃已经不幸去世了，当时楼台上也没有第二个人，还不是任由他说。我没有，陛下，我真的没有。但是我知道我这么说你们肯定不会信我，可这真的就是事实。事情是这样的，马雪云带我上了楼台，没说几句话就开始攻击我，我因为浑身无力险些被他推下去，可是最后
他却当着我的面自己跳下去了。太后娘娘，我且问一句，马侧妃那天离开宣光殿的时候，她是什么模样？马侧妃在离开我宫殿之前，还是神采飞扬、言笑晏晏的。你们都听到了吗？太后娘娘都作证了，马侧妃绝无自杀的可能。那是因为她知道，如果把我推下去，她自己也脱不了干系，所以就干脆赌上性命，将我置诸死地。够了！陛下，刘楚玉是什么人？是高贵的刘宋公主，那臣的女儿就是草芥吗？臣一生为大魏兢兢业业，恪尽职守。如果刘楚玉要杀人，就杀臣吧，臣伸着脖子让他杀。可他杀的是臣的女儿啊，臣就这么一个女儿，陛下，求陛下为臣做主，还臣的女儿一个公道。陛下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哪怕是摄政王妃也逃脱不了罪责。更何况马侧妃是马相的独女，又是摄政王府的侧妃，并非五品级的侍妾，不能给马相公平的裁决，只怕寒了忠臣的心呢。霍轩，忠臣，连你也不相信我吗？我真的没有杀人。陛下，此事关系到皇室的体面，不能偏听偏信，请陛下慎重处理。陛下，摄政王妃秉性单纯，我可以为她担保，她是绝对不会杀人的。陛下，一定要查证清楚啊。太后，臣的女儿已经死了，还怎么查？莫非太后要袒护刘宋公主？放肆！马相，朕体谅你丧女悲痛，但也别忘了体统。臣就这么一个女儿，她死了，臣也不想活了。若陛下想降罪，求陛下赐臣一死吧。好了，不必再说了，你们真的是吵得我头都痛了。先把摄政王妃关押下去，容后再议。太后，全都退下。我没有杀人，容止，我没有杀人，容止，我真的没有杀人，容止，我没有杀人，容止，容止，我真的没有杀人，陛下，我没有杀人。清月，你在哭吗？放心，你家王妃啊，不会有事的。拿着，你看你，都这么大女孩了，怎么还像个孩子一样，都哭成小花猫了。不用你多管闲事。你这么生气，是因为沈玉不准你去救人。你来平城这么久了，应该知道，这里是大魏，不是刘宋，你不能冲动行事。有摄政王和我们将军在，再大的难关都能过去。我向你保证。荣植，荣植，我真的没有杀人，你相信我吗？我相信你。霍将军，你也来了。我们时间不多，你仔细说说，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哦，好，我说给你们听。当时是这样的，马许云就这么掐住我的脖子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，你放开，放开我。王妃，
很怕死吗？不过你放心，我只是吓吓你，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把你真的推下去。你这个疯子！你们都说我疯了，可是为什么我觉得你们才疯了呢？你自诩恩怨分明，随心所欲，却也摆脱不了道义和责任，牺牲了自己跑来和亲，这就像一道枷锁，紧紧地锁住了你的喉咙。你们这些人呢，才是真正的疯子。我和你们不一样，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得到殿下的爱。从今往后，这辈子殿下都不会忘记我了，再也不会忘记我了。你觉得呢？啊，马雪月。是不同的。